如果比较亮一点或者是打高灯，我就开始感觉是看不到了。他也有跟我解释，这个是糖尿病会引发的其中一个病症来的。那我每一天呢要面对很长时间的电脑，很多 paperwork 要处理， meeting 的时候就看不到 projector 打出来的那些 slide， 就那么一段距离为了看不清楚。然后我先生直接把我带过来这里，哦对哦 smile 耶，我就想起了，那就带我们到他们的那个验眼室里面。当他们一开的时候，哇，原来他的设备是这么 perfect， 这么完善的。 Miss Gan 很细心很专业的帮我验了我的眼睛，同时他也有跟我解释，这个是糖尿病会引发的其中一个病症来的。他也有很细心的把图放大了给我看，就是 Retina 那边那个血管爆裂，这一个会影响到我的那个斑部，他就提醒我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哦，糖尿病要控制。以前就是我比较吃饭工，回家的时候可能开车如果比较亮一点或者是打高灯，我就开始感觉是看不到了。这个问题我也有跟 Miss Gan 说，那 Miss Gan 也有帮我验了，就是讲说原来我也是有那个散光，因为我不曾戴过眼镜嘛。然后 Miss Gan 就很细心，他把每一个 size 每一种款式今天的这一个部分呢很细心的帮我也让我佩戴了。以前呢只要那个 slide 一出来，我就会和我的旁边的同事，我们一同一耳扇，咔嚓拍了，然后就放大来看。自从我佩戴了眼镜过后，同样 slide 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。那么我认识 Smile 呢，已经有6年了，我一定会推荐给其他人哦。除了设备完善，他帮你验了过后，他解释选择权还是在我们的手上。不明白的，你真的是可以问 Miss Gan， 会一一跟你解释。